我哋咧係決定咧就係、是、退出呢一個嘅考察團。咁我哋咧就覺得我哋不如留喺香港啦。我哋咧就係、是、要繼續跟進呢個逃犯修訂條例。幾位議員就話因為逃犯條例嘅修訂咧，所以佢哋就決定唔去呢、這個長三角嗰、那個立法會嗰個考察。咁我就覺得非常之可惜，亦都好詫異啦。我覺得咧就係唔應該咁做啦，因為事實上咧呢個考察咧係即係規劃咗一段時間啦。咁我相信咧亦都可以到議員嘅同事咧更加了解內地嘅發展同埋未來。同香港的發展點想可以互相合作啦，咁亦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嘅參考價值嘅。我希望即係唔好經常都用政治凌駕呢個民生同埋經濟嘅發展一樣還一樣，一單還一單。去四日嘅考察咧，唔會影響香港呢個逃犯條例修訂嘅一啲討論個過程嘅。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而話唔出席嗰個已經報咗名嘅考察團咧，我覺得。是一個很無謂的藉口，我覺得十分之可惜了。